请大家打开这本书的倒数第三章，这里头就有这个新书的介绍，然后我们后面的柜台啊也有摆了各种这个林教授的大作啊，都摆在后面。那刚才林教授提到的这个各本书哈啊，他的那个书名啊，都是由我们黄清伟我们董事长亲笔写的啊，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到后面去来观赏啊。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国医董延龄医师啊来为我们致辞。全身发展虚脱了，人呀、啊，
你眼睛有问题。哎，就我现在可以这样子讲，我们通过通宝很难讲。讲话你知那个感觉啊，你有得过这种病，你没觉得？有了这得过这个病，你觉得这个感觉，那个病肉体上痛还难受。他那个无缘无故的一阵一阵的那个负面的一个情绪，在那围绕着你，你怎么摆也摆不掉。就后来我也后来找了一个中医的一个我那个他说你来我这里住一夜，你来我这里住一夜。我把他那注意了，他帮我针灸，我们两个人研究一个方法，研究一个方法，就煮了这个吃了，我慢慢来了，现在慢慢的啊，在恢复之中，我感觉到啊，哎呀，这次病，因为这次病啊，在深深的有体会啊。那个孙教授啊，刚才讲了，说中西医啊。他认为是两条不同的路很难接合，这一点呢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。我一直都不主张什么中西医结合了啊，他两条不同的东西嘛。这个基督教跟那个佛教，你能叫它合而为一吗？也有曾经有过那个倡导，但是他还是不行啊，他两套东西嘛，你怎么叫它结合？当然，就是说有些检查，有些医学检查这方面，我们有可以采取啊。这中医诊断不出来的，啊，可以采取一个常办的诊断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就它的结果生理学啦，这一部分我们太粗糙，它的很细致，我们也需要了解这一部分是比较能够接触的。毕竟，如果你要这个。也没有分步骤，也没有分层次，就是这个那么哈布拉的呼吁，一锅煮，煮的这样结合，到最后越结合，我觉得就会迷了，会迷糊的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我们在台湾你看，60年中西医的大学教育，我没有看到培养出来有真正像样的。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吗？他没有分清楚啊。他有一些东西呢，中医说管理家的东西，他一些基本上的东西，他是你不能跟他变的，你变了他就不是这个东西了。我懂眼睛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叫我变了吗？我把那个化化妆那个胡子戴起来，他鼻子跟着弄，他不像，他不是那东西，就是这样的。